猫不会叫的原因有多种。一、猫咪先天性的声带发育不全，导致猫不能发出声音，俗称哑巴猫，猫自然不会叫。二、可能是还没有遇到让它害怕或者需要发出叫声的事情，性格比较淡定，等真正遇到令它惶恐有需求的时候就会发出叫声的。三、猫声带长了息肉或肿块，猫咪在发声时不舒服，不愿意叫了，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带猫咪到医院就诊。也有可能猫做了声带切除术，或者猫性格导致不喜欢叫。